要跟大家说 ，sorry， 我没有影片。是的，今天我没有影片，因为今天在干嘛呢？今天就在用，这个东西，这是什么呢？这叫做双萤幕。对，用这个大萤幕可以看我的频道，超好用。这小萤幕呢，就可以跟栏杆边 Skype 边看我的影片，因为我影片超好看的，你们说对不对？然后这是我的麦克风，前几天有开箱过，可以看资讯卡的影片，按那个 I 就可以了。好啦，那首先呢，大屏幕上的滑鼠，它可以滑滑滑滑过来，它是要碰到底了，它碰到底鼠，它呢，它在这里，酷吧？所以它就可以这样竖过去、竖过来、竖过去、竖过来、竖过去、竖过来，有没有？所以之后呢，我就可以实况更为的开心，对，因为我的设备要升级了。好啦，那所以这就是今天没有影片的原因了。然后一样，我的麦克风依然很好用。然后我还有一个新的椅子啦，新的椅子就是长这样，它可以秀来秀去。对，秀来秀去的新椅子，可以 boom 飞来飞去。是的，好啦。有点懵散了，吐。好，那今天这不是影片，这只是我在讲今天为什么没有影片，就像这样。那我们如果喜欢我的影片或喜欢这大荧幕，就可以点击这个按钮，然后呢，来。了，我无法订阅自己的频道，为什么？反正你按了，要按旁边的铃铛，对，旁边会有一个铃铛。然后呢，也别忘了追踪 FB 和 IG 哦，在下面都有 FB 和 IG，FB 叫做94夜晚94狂 ，IG 叫做女同 channel， 赶快追随一下，订阅一下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就解释到这边啦，那之后。我影片应该会更棒吧，那就下期再见，拜拜。